摇铃铛摇起来。好，哎，这个毒烂，那、哦、搞定，再来打毒的，哎，他也发疯了。去哪里啦？要去哪啦？冷静啊，这个恶魔，到底要去哪？打死了！摇铃，松子，完了，退，爆炸 ，bang， 好，靠近，小腿非常发达啊，主角哎，结果硬怼就怼赢了，直接一波输出把他砍烂。恶魔王子的灵魂电烂，砍，搞定。哎，那边有亮亮的，去捡一下，看一下旁边还有东西吗？没有，不愧是王莽，哈哈，这我的新名字，王莽灵魂特使小环旗。好，点个篝火就可以前进环应城了。坐一下。好耶！换一下我们跑酷三件套，就往前。这个助力龙辉老朋友了，然后消除声音的沉眠龙辉跟猫步术，半个猫步术。银猫戒指，就往前了吧。哎呦，天气不是太好呢。这美乃滋世界，嘿嘿。哎，往哪？哦，高举小环旗 ，Hooray！高爵，哎，这个很像那个哎，魔物猎人要去冰原的时候哎，叫 Uber， 嘿嘿，哎，真的很像哎，很像那个魔物猎人世界准备要去冰原的时候，那个冰霜哎，不是冰霜，一般的那叫什么龙啊，忘记了。什么翼龙的？哎，我们这个妹子真香啊！换了这一身这个沙之咒术师，舒服。到了这个环应城，叫什么、啊？
什么翼龙的，忘了，忘记了。然后有一个冰霜形态。穿的越少，防御越高，没错。好了，到黄应城了。